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未来十五天好运不断，财源滚滚来的生肖，一个人能不能发财，除了看自身有没有基础，更要看他的运势好不好。具有好的运势，即使条件差一些，只需把握住，肯竭力，一样能取得很大的效果。假定没有好的运势，条件再好也会因小失大，时刻流速的快速，人的运势也转瞬即逝。所谓时运亨通，这么四个生肖的人，未来十五天里财气超旺，做啥都赚。来看看有你吗？属相羊，羊年出生的人，未来十五天里财神也附体，好运不断，财源滚滚来，喜讯频来，财富一天比一天旺，财神也庇佑，大富大贵之命，逢财必暴富，事业日新月异，有贵人提携相助，圆满且出色地完成任务，赢得了不少口碑和信誉，得领导器重，有望升职加薪，步步高升，大展宏图。属相鼠，属鼠的人聪明头脑，他们善于思考，也喜欢和别人交流，人缘很好，未来十五天运势大旺，横财大发特发，逢奖必中，吃香喝辣，万事顺心如意，财源滚滚来，有钱花，有新房，树助钱财过日子，让他们有更加旺盛的财运，让自己轻松地赚得满意的财富，生活得到改善，变得越发轻松。属相猪，属猪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属相，早前生肖猪虽然说能力极强，但是日子过得并不好，其主要原因就是命格之中有凶星作祟，未来十五天运势由衰转旺，横财发正财旺，逢奖必中，喜升官。属猪人由于受到贵人星扶持，不仅事业上有贵人朋友伸援手，祝他们一帆风顺，而且生意上还有财神也为他们撑腰，他们能从事业中获得财运，所以建议还是把重心放在事业生意的发展上，只要属猪人勤奋努力，便能赚取收益。属相龙，属龙的人在三月上旬的运势十分红火，未来十五天里财神也附体，好运不断，财源滚滚来，因为命中有六合贵人相助，因此不管是事业还是生活都能够顺顺利利。更值得可喜的是，适龄的属龙人在下月中旬还能喜得贵子，将来这个孩子必定不同凡响，不仅聪明，长大后还能有所作为。光宗耀祖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五大生肖天庇佑之，有贵人，有财运，长寿命，有后福。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，要想得到别人的爱，首先要学会爱别人。一个善良的人一定是温暖的人，乐于助人的人，懂得珍惜和感恩的人，不会因为小事而斤斤计较，也不会因为得失而过喜过悲，做事肯为他人考虑，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好报。人善被人欺，却总会被天保佑。十二生肖之中就有这么几个人，他们就是因为善良被老天保佑的好名之人。生肖猪，属猪的人心的特别善良，他们对人特别真诚，对自己也很宽容，宽容就是属猪人的代名词，这也让他们积累了不少的人脉关系。属猪的人对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特别好，朋友和家人有难，他们绝对是第一个冲上前帮助他们的人，他们帮助了别人，自己也会感觉很开心，因此属猪人的生活一直都很开心幸福，所以属猪的人的人脉也是不错的。最关键是贵人多多属猪人，
财运也是非常好的哦。生肖马，属马的人性格有些急躁，没有什么耐心做事。属马人对人对事都特别宽容，他们始终坚信自己的就是最好的，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忍让一步，一定可以得到很不错的效果，因此他们不会随意和别人吵架，也不会怨恨别人。他们的宽容大度让他们得到了很多的人脉，也提升了他们做人的内涵，因此这样善良的属马人一定会总有轻松快乐的生活。随着人脉的越来越广，属马的人的贵人也会越来越多。生肖兔，属兔人本来就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们对待朋友特别宽容，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就生气，他们的善良也影响了他们身边的朋友，让他们的朋友也变得宽容大度，也让他们的人脉关系越积越多。属兔的人用自己宽容的心对待别人的错误，这样他们自己也会过得很幸福，他们的生活会因为他们的善良变得越来越好。属兔的朋友越老是福气越大的好命人之一。生肖羊，羊人生来就是悲天怜人，羊人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很少为自己考虑，有个羊人做朋友你就有福了。羊人没有坏心眼，不会主动的去害别人，羊人是最具有同情心的，羊人受不了朋友的落难，羊人必会为朋友倾其所有，两肋插刀，羊人脾气最好，羊人总是那么无所谓，自己受再大的委屈也不计较，羊人怎么总行，只要别过分，羊人最能忍耐，羊人最具有持久力，就是这样的属羊人才会被上天保佑，其运势将会越来越好。富甲天下不敢说，但却是可以平安一生。生肖虎，属虎的人可以说是十二生肖中最有谋略、最勇敢的人，看似表面冰冷，其实内火是特别温情的一个人，他们不爱表达自己，对于朋友们的要求肯定是有求必应，真诚待人向来是最得大家喜欢的，同时也是最得上天喜欢的。多数生肖属虎都是特别善良的，越善良越幸福，福气积累的也会越多，只要牢牢把握住你的福气，必定可以大展宏图，享尽一生幸福安康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利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